师傅，小蝴蝶死了。新老交替，生死轮回，谁都免不得。我们活了很久之后也会死啊。啊，我们也会死啊？那既然都要死，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？活着呀，大概是为了清泉流过时不错过甘甜，花光浓烂时有人陪伴，风雨飘摇时有所守护吧。